是不是大家好，我是李一，我是林老胡。今天呢，我要来讲的是小故事书。好嘞。爸爸念吗？你看到了吧？你看到了吧？我是老鼠，一只又矮瘦的小老鼠。我只是一只又矮瘦的小老鼠。看见漂亮的花，小老鼠，你下去摘吧。来，丢下去，对不对？就蹦。等下就要换小老鼠大吉祥。对，奇怪。奇怪，大老虎。并没有，那老虎变坏了呢，被绑起来了。来这里，大老虎说：“那么，给你当警察。”汉大。只能分到一丁点，天哪！好，没有了哈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在下面留言哦，还要留言和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还要记得订阅我嘞。